各位国人同胞，我是总统小英政军兵推大公开，但这一幕却让网友好崩溃，因为中华民国的总统着手必胜竟然没有国旗臂章。是还好啦，因为可能就是忘记了，但是对啊，我觉得就不用看那么严重。他是不认同这个国家国旗，不尊重这个国家。事情大条吗？画面会说话，除了国防部长跟国安会秘书长，堂堂总统院长还有其他部会首长手臂上通通没国旗，网友还抓包迷彩外套军种名条几乎全贴反，只有小英总统和大鹏部长合标准，被质疑难道连迷彩服也一国两制吗？当初把这个服装给大家都是这么高官，包含这个我们台湾的领导者，包含蔡英文都穿了这个服装，都让媒体挑剔出来有问题，这件事情是一个失误啊，我都觉得有点丢脸了。我们的幕僚主动为曾任军职的冯部长还有严秘书长提供佩戴国旗，至于现场的首长，国旗背章并没有提供。部分不是军职的首长外套跟军职人员有不同的地方，这是我们工作人员没有及时的注意，我们以后会更加的小心。军方间接承认疏失，总统府也说国防部没提供国旗臂章，所以没有拿下来的问题，但国军自己常穿的迷彩服竟然连名条位置都会搞错，让外界质疑国防部的螺丝似乎又松了。记者陈刚、刘维婷台北报道。